北京时间今天6时41分，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六号 AB 星发射升空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该卫星主要用于地理信息测绘、国土资源普查和科学试验研究等任务。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65次飞行。